我就知道又有好嘢要同大家分享啦。咁如果你有 follow 我嘅 IG 或者 Facebook page 啦，都会知道我最近有一颗去 camping 的心啊。咁顺便宣传翻先，咁我嘅 IG 就系 MG Cathy MG， 而 Facebook page 咧就系 MG Cathy。咁如果你未 like 未 follow 嘅话，就快啲手啦，支持下我啦。咁同埋最近我都做咗啲资料搜集，就发觉原来去 camping 咧其实要带好多好多嘢噶，而其中一样就系露营灯啊。咁所以呢条片咧就会介绍翻台面呢只 Streamlight 嘅露营灯。咁见到台面咧就有三个唔同嘅型号啦。咁见到呢两个个样好似好似咁，其实都好唔同噶。咁呢个就系 Super 版本啦，呢个就系普通版啦。咁 Super 版本咧佢就系要插电啦，同埋只有 Super 版本先可以当佢尿袋咁用，先可以插电嘅啫。因为佢呢度啦就有个 USB 嘅插电位啦，咁可以俾大家插电话都得。咁同埋佢呢个 cover 咧，其实是防水添噶，咁同埋啦，有好多人去露营都会带埋灭蚊灯噶嘛，咁所以啦，除咗插电话之外啦，亦都可以插埋灭蚊灯，咁真系好好用噶。咁如果你插爆咗电啦，又拣咗 low mo 嘅话，咁盏灯咧系可以用到36.05小时噶。咁如果你拣到最光啦，即系1100流明 high mo 嘅话咧，咁佢都用到5.045小时噶。咁同埋 mini 版本啦，佢就係入不深電啦，咁同樣都係插唔到電，做唔到尿袋噶。咁所以我就建議翻啦，如果你係兩個人去 camping 嘅話，咁可以輕便啲啦，揀翻 mini 版。咁如果你係約埋一大班 friend 三五知己去 camping 嘅話，咁可能就要揀翻呢兩個版本啦。咁可能有人會覺得咁帶電話都得啦，依家好多電話都有電筒功能噶。咁其實我哋就唔建議咁做噶，因為電話始終 suppose 係用嚟求救噶嘛。咁同埋如果你個電話長期著住個電筒咧，咁嚿電都好快用曬。咁所以啦，去露營一定要帶露營燈。咁同埋佢有六個模啦，而其中一個就係見到咁樣啦，就係、是、一個閃燈嘅效果啦。咁其實係一個 SOS 嘅模式嚟噶，咁就俾大家 touch 有啲咩事佢都可以用嚟求救啊！咁同埋拆咗之后啦，我哋可以挂喺个帐幕顶度照明都得噶，咁你又唔使担心会跌烂啦，因为佢系用咗一个物料叫做聚碳酸酯，咁官方声称呢个物料咧系 unbreakable 噶。咁呢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，如果你都中意呢条片，就记得要 CLS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， 咁就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